三金，三金，三金，三金！三金，人快走，给你拼了！真跟你们拼了！师姐，师姐，三姐，是我的，这个家伙发疯了。不用管他，这个大个子交给他，我们去追别动队。奇了怪了，这些小鬼子是怎么摸进来的？肯定是那颗地雷。你是说被兔子误撞那颗地雷？对，我就感觉到有点蹊跷，他们是把我的吸尘机当成了圈套，然后是顺着我们的脚印摸上来的，而且我所有的机关都没有被触动。老李和铁匠又是无声无息的死，这次来的一定是高手。是啊，他们中间有个狙击手，他的枪法在我之上，再加上他们的装备，这些鬼子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敌人。这是从哪儿冒出来这么一批鬼子？特种部队，一定是他们。什么？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这支鬼子就是日本陆军秘密王牌精锐部队。这支队伍人数不多，但都装备了日军现有的最先进的武器，并且个个身怀绝技，以一敌百。他们的陆军总司令曾经亲口给这支部队下过定语，说他们的战斗力抵得上一个师团。哼，看来这回小鬼子真下了本钱了，连自己的王牌都拿出来。那咱们怎么打？这支特种部队的作战能力极其强悍，尤其擅长丛林作战，他们的野外生存能力极强，打伏击和偷袭是他们的看家本事，所以我们必须找一个安全的可以固守的地点，以守为攻。从现在开始
我们时刻保持警惕，不给敌人任何可乘之机。目前我们的武器弹药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，最好不要和敌人正面冲突。老李，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能让他们追不上咱们？他们中间有一个追踪的好把式，若这个人在，咱们永远跑过了他们的追踪。我当猎户这么多年，布下的陷阱没有一千也有八百，还从来没有人破过我的阵。这次我倒要看看谁是这山的王。碎你的骨头！好啊，小鬼子，今儿个爷爷就陪你玩儿。啊！啊！你！Yeah!
师姐，下面就都看你们的了。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对不起，我们也没有完成既定的任务，这是队伍的顽强，超乎我们的预料。不过，我们仍然有把握将他们彻底消灭。记住你跟我说过的话，如果不能让我看到实际的战绩，你就不要活着回来了。嗨。加藤君，你所说过的话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，不过我们最终还会取得胜利。希望如此。全都停下来吧，原地休息。师姐，咱们不能带走了。怎么了？这万一敌人追上来怎么办？天快黑了，这种时候对特种部队来说是最好的伪装，夜间行军对我们十分不利。老李，嗯，你带着小暖和小二在周围设些埋伏，能不能伤到人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一旦有鬼子接近，能起到警示作用。好，小暖、小二，跟我来。小心啊！剩下的人原地休息，准备露营。中田君，有什么发现？我在附近发现他们留下的血迹，还有几个仓促布下的陷阱和鬼雷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他们应该是向这个方向走的。嗯，中田君，我在敌人营地里发现了菅一郎的尸体。什么？看他的死状，应该是死于肉搏。号称肉体力量第一的菅一郎，竟然被人打死。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将他彻底消灭。上面，大师兄，大师兄，胖子，各位兄弟，现在情况紧急，我们不能生明火，免得被鬼子发现了。大家随便吃点，充充饥。饿呢？正饿呢。被小鬼子撵得满山跑不说，现在连镇三街的死活都不知道，真是憋屈啊。我他妈不管了，我去今天找鬼子干上一仗，我就算死了我也痛快。我不管了。二舅，别管我了。对，李二，对，你放开我。对，小二的心情我理解，我也想和你一样和鬼子拼了算了，可现在咱们拿什么拼呢？这样去拼很容易成为鬼子的活靶子，被鬼子追得满山跑，怎么了？这种情况咱们不是没有遇到过。现在敌强我弱，咱们不能硬来，这是战争，不是游戏。老陈，用我说，咱们大伙儿分开逃吧。什么？我的意思是说，咱们人多，要是分开跑，鬼子
就追不过来了。你想当逃兵啊？没种没胆的人才当逃兵，你知道吧？胖子，我这个时候我们分散，很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。越是这种情况，我们越要保持冷静。只有保存好咱们自己的实力，才能和鬼子斗争下去，才有获胜的可能。从现在开始，谁也不许逞匹夫之勇，单独行动，这是命令。哼，大家伙怎么了？啊？干嘛这么沉闷呢？是不是？上次咱们被加藤围山，差点全军覆没，现在怎么样？不都挺好的吗？是不是毛路？再说了，这一次才几个小鬼子呀，啊！而且我袁亨利已经替大家卜了卦了，咱们这次定会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。哼，听见了吗？啊，同志们，为了防止鬼子偷袭，晚上我们轮流值岗，每两人一组，一旦遇到情况，第一时间鸣枪示警。那我先掷第一本。前面应该就是他们的宿营地。好得很。我们趁夜发动进攻，将他们一网打尽。不，他们既然敢在这里逗留，必然有所准备。而且一路上遇到的鬼雷和地雷的数量来看，这周围一定布下了不少的陷阱。黑夜固然可以隐藏我们的行迹，一样可以隐藏陷阱的痕迹。我不赞成夜袭。难道我们就这么放过他们？他们已经失去了基地，又处在被追击的状态，神经一定极度紧张。只要我们一直给他们施加压力，在这种不正常的心理状态下，他们一定会犯错。到那个时候，就是我们最好的机会。吓死人！他把你吓那熊样。这半天你干嘛去了？我去看看他周围的情况，就怕你偷懒，这不赶紧回来了？亨利，嗯，到现在了，你没害怕过？谁说的？跟你说实话，刚开始我也怕，可是那大大小小的仗打多了，就那么回事儿。习惯习惯就好，啊！我习惯不了，害怕吧？我就在这儿坐着一会儿，我就老觉着小鬼子不定什么时候从哪儿冒出来，冲着我就给我一下。行，越说你还越来劲了，啊！你那点小胆儿，亏你长那么胖。木匠死了，铁匠死了，老李死了，镇三街到现在还没回来呢，我怕下一个就是我。胖子，刚才不都？亨利，咱跑吧。刚才咱都怎么说的？我呀，咱们都听我说吧。咱老郭都让人给端了，死了那么些个兄弟，你觉着咱们还能挺多长时间呢？等到鬼子把咱们这儿给围死了，你想跑都跑不出去。你胡说什么呢？我不想死，我就是不想死。我家里还有老娘呢，我老娘身体也不好，我得回去伺候我老娘。对，我得回去，我得回去，你知道吗？胖子，你回来。亨利，干什
什么？别拦着我！别拦着我！胖子，胖子，太危险！他们的陷阱还真管用，省了我们不少力气。换！啊，怎么了？没人提醒我换岗。彭丽，胖子呢？临时状态消失了，周围的机关没有被人触碰，也没有打斗的痕迹。老李，柯不留，二师兄。你们三个人跟我走，其余的人留下来保护他们。师姐，你想过没有，鬼子为什么平白无故的只掳走他们两个，而我们却没事？这恐怕是个陷阱啊！我现在管不了这么多了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我不去的话，他们随时可能死。老陈，我们已经死了不少人了。你放心，我会小心的。二兄。如果没有猜错的话，这个胖子应该不是你们的正式队员。你和他不同，至少你还敢直视我的眼睛。你们这帮家伙居然能杀了剑一郎，倒是出乎我的意料。不过没关系，你们所有的人都要为他陪葬。为什么现在不杀了他们？像这种愚蠢到自投罗网的家伙，留着他们有什么用？他们会死的，不过那是宫本队长决定的事情。剑一郎的死是很严重的损失，这两头猪多少能平息一下队长的怒火。按时间推断，敌人应该已经发现他们不仅了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他们应该已经赶过来了。我可是给他们留下了足够的线索，他们不会走错路。那马上就会有好戏看了。老李，你能确定这个方向吗？没错，就是这个方向。等等，这是人血啊？会不会是亨利和胖子？血还没有干，人不会走得太远。快走。
怎么了？血就流到这里，人可能就在不远的地方。你们几个待在这儿，我去看看。别动。我怀疑，可能是个圈套。我去看看看。哎，哥们儿，小心啊！快快快快快，快走！够动静吗？砰！门窗关吧。1公斤的烈性炸药，我是不是放的多了一点？看来你们的队友还是很在乎你们。这么快就到了预定的地点，倒是出乎我的意料。不知道死了几个呢？一个、两个，还是全部？要是都死了，接下来岂不是很无聊？咒骂是没有任何意义，你们都得死。这只不过是刚刚开始而已。你们走吧，我留下来。老李，你说什么呢？鬼子中间有一个追踪高手，不干掉他，我们一直会被追着打。只有我能对付他。你们走吧。他是利用我设下的陷阱摸进了营地，这一路上我设下的陷阱和埋伏都被他破了个干干净净。可吧，就是踩了他的埋伏，就死在我的眼前。我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对手，不管是为大家还是为了我自己，今天必须做个了断。你们走吧，走啊！好，带进司令官阁下，我们终于抓到别动队的人了。我们牺牲的队员是大日本帝国的精英，换来这么两个废物，值得你如此兴奋吗？别动队的主要成员仍然存在，他们才是真正的威胁。嗨，司令官阁下，宫本队长接下来会有什么新的行动吗？我对特种作战队的战斗力表示由衷的钦佩，不过
我们得帮帮宫本了。这样就想瞒过我们？怎么？我发现了两条路。分散。他们终于害怕了。不，他们是想欺骗我。什么意思？这条路上有明显的草叶倒伏的痕迹，好像有很多人经过，而且周围还布置了几个陷阱和鬼雷。在这条路线的附近，我也一样发现了有人经过的痕迹，只不过掩饰得很好，几乎不容易发现而已。他们队伍里面有一个行家，应该知道这种程度的掩饰是瞒不过我的，所以他们这么做只有一个可能，就是想把我们引上歧路。你是说两条路，他们究竟走的是哪一条？按照常规推断，他们的大队人马应该走的是这条路，痕迹比较明显的路。他们故意留下这么多的痕迹，就是想让我们上钩。真可惜，他们遇到的人是我。这条路才是他们真正的去向。看来他们真的是以为瞒过我了，居然连取火的灰烬都不掩饰了。灰还是温的。怎么回事？被毒蛇咬了。怎么回事啊？快把我的手砍断！怎么会这样？狡猾的中国人，我被他们骗了。马送你下山。我们已经失去了他们真正的方向，如果我们此次下山，整个作战就会失败。混蛋，你会死的。咬伤我的是条巨毒蛇，砍断手臂只能延缓毒蛇的发作。按照目前的伤势，我撑不到山下。你在胡说什么？中田君，其实我们的敌人相当可怕，而且熟悉这里的环境。之前我们之所以能掌握他们的主动，是因为一直在暗处了解他们的动向。可是现在一旦失去了我，你们将再也无法得到他们的踪迹。你听我说，你们走，把我留下来。你胡说什么？我的对手是一名优秀的猎人，确定猎物是否捕获是一名猎人的习惯。他利用我的疏忽暗算了我，可是事情还没有完。混蛋，我不会把你留下的。中田君，你听我说，我们必须完成宫本队长交付我们的任务。这一仗事关帝国军人的尊严，我们必须胜利。我是一名战士，战士的归宿应该在战场上，不是吗？中田君，让我为帝国做最后一点事吧。出来吧，我能听到你的脚步声。你们的人把你自己给扔下了，这小鬼子还真是冷血啊！战场上本来就不需要累赘，你利用了我的心理，成功的暗算了我，逼我付出了这样惨痛的代价。了不起啊！
你应该感到骄傲，因为能够安算到我的人，你是第一个。之前我设下的所有的陷阱，都让你给破了。我只不过是赢你了一次而已。能笑到最后的人，才是真正的胜利者。我们的队员，有一半都是因为你而死。 一直没有动静，看来老烈是把敌人给引走了。亨利和胖子被抓走了，老三也不知去向。一半的兄弟都死了，这场仗打得怎么这么窝囊？师姐，别难过。这次我们遇到的是鬼子最精锐的部队，看来我们是碰到对手了。小鬼子。 只要我下世界还有一口气在，我一定会让你们血债血偿。老李，你怎么样？那小子被我插死了，以后他们要再想追上咱们，就没那么容易了。太好了，腿没事吧？没事，被那小子袭击了一枪。 但是没有伤着骨头，辛苦了，老爷。现在这种情况，应该找一个安全的地方，让同志们休整一下。我想起来了，前面倒有一个山洞，是我以前打猎的时候发现的，咱们可以先到那里躲一躲。 我们要的把这里情况报给宫本队长。不行，我们损失了监狱狼的三井，这已经是不能接受的损失。如果让宫本队长知道的话，我们都要上军事法庭。我们一定要完成既定的任务。除此之外，没有第二条路可选。宫本少佐。 加藤中佐，我的部下不用你操心。老李，这里安全吗？大家放心吧，这儿非常隐蔽，鬼子这个捕手已经让我给干掉了，他们找不到这儿。好，那亨利怎么办？咱们这些天一直被鬼子追着跑，也没有亨利的消息。 现在只能原地休整，找机会打听亨利他们的消息，希望他吉人天相，别出什么事儿。怕吗？有些怕，那么多人。 说没就没了，放心吧，有我在。
你心里不好受啊？ 没关系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崔宝，你怎么了？三哥不在了，我要替三哥打鬼子，给三哥报仇。你放心，我们一定会给你三哥报仇的。崔宝，我知道你心里难受，我们大家也一样。放心。 一定会给老三报仇的。我出去转转。崔本，哎，别出去，有狙击手。 闪烁你的身影，是你把我灵魂唤醒，在一起患难与共肝胆相印，用生命眷顾生命，用真情互动真情，风雨中。 我们顶天立地，笑看谁是英雄。黑夜里，温暖感动我们，等待黎明。手里带我一起走。 心甘情愿。